要帮我解决。欺负哥哥，想知道温泉之吻两个人一共亲了几次？哦哦，好开心，太好了，已经到这里。亲了几次？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个面对面那个当下，其实亲了快一小时。那亲的话也大概五六次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因为其实那场戏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亲，而是我们要亲在那个水晶，就是镜头跟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水晶片，因为要制造一个比较好的画面。所以呢，我就是亲，然后看那个光，再亲，再看那个光。对对，所以那场最重要的演员是那块玻璃，对，主角。对，哎，可是那个很好看。对的，下礼拜更好看，很朦胧。好，谢谢。如果世界将在三分钟后毁灭，你会对你身旁的他做什么？哇，这个很浪漫的。三分，世界剩三分钟，对方做什么？应该就是，就是好好抱着，赶快迎接那个来临吧。陨石来了，陨石来了，撞我们吧，撞我们一起死，一起死吧，对，一起死，要死，像铁达尼号那样，对。You jump, I jump. You jump, I jump. 提问善存，哎，觉得莉安和陈陈谁比较可爱？莉安私底下也那么喜欢撒娇吗？莉安私底下不是那么喜欢撒娇。莉安，因为陈陈不喜欢撒娇啊。莉安是。哎，你说腾腾还是莉安？腾腾不喜欢撒娇，但是莉安太喜欢撒娇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谁比较可爱？我觉得现实的莉安确实是可爱一点，因为就是会撒娇嘛，撒娇总有可爱的一面。然后他还会，就是他是我们大家的开心果，然后会跳来跳去的，就是很热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爱的一些成分。耶耶。你决定了，你们先等一下，先黑白切。加油，你们！我要出剪刀，头会往右边。什么啦？剪刀、结尾都可以。剪刀、石头布。黑白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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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白切。啊！我上次演过弟弟嘛，那我这次演哥哥可能好。我演弟弟是好。前面一下，我天，他也觉得怪怪的。私底下都叫叫腾腾，叫张路人，我叫不出口，因为突然觉得有点起色。哈哈哈哈哈！起色什么东西？有点起色。我喜欢啊，但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喜欢。你确定？爱情是可以的。这个脸是什么了？我都看在眼里了。你确定？相似度87%。什么情况？这里？来，多吃一点。这是干嘛？他没什么脚趾在背上。你的背很光滑哎，看反光，告诉你，我想去摸一下啊。想这么摸一下子，干嘛让你奇怪呢？
对，我好爱好爱的那个人，就是你。刚才干嘛？步兵不会肿起来。对不起，我说好了，好痛，都快像之前那样了。你又不是小孩子。可是很有效啊，你不用过之后。然后再加一句台词，不痛不痛，我有个魔法，痛痛飞走，不痛不痛，我有个魔法，痛痛飞走，吹一下，哇，好了耶，耶你干嘛？喵，你的背很光滑哎，所以我想说，摸一下啊，你要摸就光明正大的摸。干嘛用那么奇怪的方魔法？你说的，啊、哦！那我就光明正大的摸了。